不行啦，不行啦，我觉得我要榨干你的欧气。崩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萨克，是个被游戏耽误的保险业务员。又到了让我们万众瞩目、最期待的大包抽系列啦！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先跟各位说一声抱歉哦，因为萨克之前在爬网络上的资料的时候，发现啊，就是所有有关重装战机万圣节活动的资讯，几乎都有讲到万圣节奖励箱这个东西哦。那我不知道，原来它是有分成万圣节狂欢跟万圣节娱乐两种不一样的活动。那在这边很抱歉，跟各位说一声对不起哦。OK， 刚刚是不是出了一点小问题？可能大家都在爆抽身上吼。OK， 那今天的爆抽影片呢，不是找我，因为我觉得我的欧气已经跟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请到了一个神秘的嘉宾来帮我们爆抽身上的词哦。我们是到底是请到谁呢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，开始这次的爆抽影片吧。没有，你不用，我不用听。没有，不用听，我看画面就好了，我跳画面就好了。然后呢？来，然后呢？我抽了，然后呢？对，你们看到这个？我们你要先抽机体，还是要先抽冷物？随便，随便嘛。好，那我们抽，我们先抽机体。机体在哪里呀、啊？我们先抽机库啊。我们先抽冷物好了，按招募。对，我们都你应该知道我要抽什么吧？你应该知道我要抽哪一支、嗯？这个啊，我要抽这一个。神上元灵。对，神上元灵。对，我准备了26张凝卷，就问你怕不怕？第一抽5张，第二抽7张，我们可以抽30连抽。你现在录音吗？我没有录音。那你等一下录音吗？不用。不用不用。那你为什么叫我听？对，我要让你感受一下那个氛围，抽奖那个氛围，真的真的对。OK，、好，第一次十连抽五张就够了，第二次七张。OK， 那我十连抽哦。对。那你买很多这个吗？没有没有，都是用存的。不用钱啊、哦？不用钱，我都在游戏里面。好了，赶快。Okay， 然后呢？那你帮我按招募十次，按下去，按确定，好，按确定。只要出现橘色的就代表机会。因为婆是不是有那个啊？没了。橘色没有了。啊哈。好，那你按 touch。因为是婆没有那个。哦，新角色，新角色跟你一样坏的腹黑女婆。老公，你看哦，你说老婆的恨意不够多，所以抽不到 SS。哎、欸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。我最爱老婆了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恨一朵，不可以一朵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第一抽共，第一次石头共估了。好，再抽第二次。哎、欸，这个吗？我准备的超多。这个吗？对，再抽一次。按下去七张。没有。啊，按到。然后什么颜色才有？橘色。橘色。橘色。啊，最后一次谁抽？最后一次谁抽？看来你这次欧洲手没有发挥了。那你自己抽啊，要不要？好。你要我自己抽？不行啊，不行啊！我觉得我要榨干你欧气。这有欧气，啊！活该，老公共股，不快！你的老婆哎、欸，还两张啊，烂透了！不行不行，还是老婆，还是老婆。好了，看来我们这次跟神上没有缘了。好 ，OK， 我们到下一个地方哦。OK， 这也是很重要的专用机，我们来抽专用机。好，专用机是这样子的。我准备了114个。你也没抽到他，你抽专用机有什么用？先抽专用机，人物之后再拼，因为人物其实抽保底，慢慢存，有一天一定会有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先抽专用机。对，我准备114颗，所以代表可以抽114次。好，按到 max， 一次十连照。对，一次十连照，按确定。好，按批量加速，我们不用等，我们不花时间等这种东西的。好，按批量接收。好。最好的妞来，只要出现紫色，就有机会是专用机。OK， 那我按 speed， 垃圾，我不要看这东西。你们为什么你要直接全部开？我操！这什么东西？我惨了！对，老公你自己开啊！再次没救了你！再次！哎、欸，我不信了，我准备100多颗哎、欸！你就给老婆先拔大手鬼好意。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相信我对老婆的爱是有用的，老婆的恨意吧？没有，没有，对老婆的爱是有用的。很多喜欢这样直接开奖哎、欸，啊，不然呢？那你还要开什么开？哦，胖次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，是背包出现了。那什么开？背包出现了。平常用什么开？哇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也是一体机。哦，哎、欸，这怎样？这是16个一体机加倍是不是？好，再一次。老公，不是，我问你啊。不是啊，我刚刚不是一次全开，不然要怎么开？一个一个按哦、喔。没有，那你就是他，就是
他就是一个一个开奖，按确定，按提案提案节奏。那你看刚刚这边 skip 啊、就是，然后他就开啦、啊，我又没按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靠！老婆，老婆，我真的觉得你超屌的，真的加倍10%的东西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也是一体机，这也是专用机、哦，加倍10%的东西都凑不到，你专门凑2.5%的，哇，超厉害的！你说的很烂吗？没有，就是另类的好运。小声一点。另类的好运。为什么2.5%没有？另类的。为什么2.5%会好？你看这里。为什么2.5%会好？我们主要抽这个嘛，加倍10%。可是你居然抽到两个，这个都是2.5%。然后呢？那么烂？不是啊，算了，就是另类的好运吧。什么叫另类好运？2.5%是少的意思哎、欸。2.5%就是几率很低啊，可是你抽到几率很低的东西，然后呢？它加倍的是10%的东西，可是你都抽到几率很低2.5%的东西，它代表你 是另类的欧洲人。可是我想要神落，我想要专用机。可我不懂为什么2.5%不好啊？2.5%因为它是 SR 角色的专用机啊。哦，我又不懂，那你自己挑啊。今天有拔蜡，今天拔蜡。是拔蜡手。嗯。没有，我们通常是这样子慢慢的开。他只要出现，直到你刚不是叫我 escape 吗？胖次出现。我跟你讲，不要 skip， 要慢慢的。谁可以慢慢开啊？慢慢的。谁可以慢慢开啊？哇，真这什么东东？这什么东西、啊？刚刚这什么东西？老婆，这什么东西？这超屌的，这个不是超屌的，哇，双尺寸哦！哎，老婆全中了，全中了。什么叫全中？就专用机抽起啦，真的、哦、抽起啦。是、哦，那每个人都会抽起吗？这个角色，每个人都会抽起吗？不一定。那你还剩60，有人你还剩74，你就抽起哎。有人150抽，然后结果抽到保底。这游戏有个保底机制，就是你抽到150抽之后呢。你可以用这个，你每抽十次，他就会送你10个这个零件。你抽150次，他就会给150个。这是可是我们刚好抽到啊。对，所以我们不用还的。傻少欧洲人是。老公，什么叫欧洲人？欧洲人就是不用打啊。欧洲人就是运气超级好，脸很白，要什么有什么。那为什么你刚刚说我抽2.5是欧洲人，2.5不是不好吗？2.5%的东西，它加倍才2.5%的几率而已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加倍才2.5%？就是那个抽奖池加倍，抽奖池加倍，出那个专用机是10%的几率抽到，然后另外两个是2.5%的几率。可是你不是你想要10%那个，不想2.5%那个吗？对，可是你都抽2.5%那个，所以我觉得你是另类的欧洲人。可是你不需要啊，抽到难抽到你不需要的东西有什么用？重点是你刚刚帮我抽到超多其他的议题。对啊，可是老公，可是2.5%那个人都不需要。不会啊，这都可以玩啊。哇，超屌的、欸！那你还说欧洲人手气不好？欧洲人虽然没有驾驶员，可是欧洲人哇！各位，影片需要吸满。就是有没有看到这些都是你的情敌？这些都是你的情敌。那你现在帮我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你按更换，你把你不想要的东西，就是你觉得你喜欢的驾驶员，对，你就可以选几个，可以最多可以选4个，就是可以选4个喜欢的驾驶员选4个，对，搞不起来，还有呢，这个怎么？之后你可以选这个，就是我说怎么选第二个？第二个、啊、我帮你按到第二个了，然后呢，你就按更换。一样更换哦，对，更换。你知道我都会选什么样的人吗？你都会选什么样的人？哎、欸，我想听看你喜好。哦，没有，那是情敌。我才不会选他呢，来大有什么用？啥这些看起来都不杀、啊，怎么不好？这看起来不行，太弱了，换掉了。你的神明呢？妈祖哎、欸！真的吗？我以貌取人。妈祖婆呢？真的吗？我会不会不小心骂到谁老婆？不会。哎，比优姐，比优姐。哦，特雷利亚。不过他的机器人是原装的，所以我们大概要改一下。真的吗？嗯。哦、那我这样乱选可以吗？可以打吗？可以啊。会不会一大堆猪队友？这游戏，然后你可以看到，就是
这看起来就很凶。好啦 OK。对啊，我就在找凶打，你不知道吗？好好 ，OK， 那因为他现在都是原厂装备，因为我这个角度完全没有练过，所以呢，你就按准备，按准备。好，然后呢，这边有没有看到？就是有五，这个游戏这样子，机器人总共有武器，就是武器、胸罩、胖吃跟背包，对。然后呢，就是像那种一级的武器都很烂，所以呢。我们就可以从这边你觉得比较厉害的武器，你看起来觉得很比较厉害的武器装上去。老公，你确定要教我玩吗？对啊，我教你。你不要教我玩到发火哦。哦，不会，我这有耐心的。好，哪里？对，就是我们要更换这个，你看攻击才七而已，是打小，所以呢，你就要挑一些比较厉害的武器，对，然后你就把它装上去，这个呢？哦，这看起来就很厉害，这是刚刚抽到的、啊，我们没有神。好了，那整款哦。因为这游戏绑得很精致，哎、欸，很酷哎。然后呢，再换他的 bra。对，那我换胸罩，。我怎么觉得讲 bra 听比你听胸罩感觉好像有气质一点？啊，你专业人，专业人是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啊，可以。继续。OK， 我们换胸罩，换好了吗？再换胖丝。好喽。你知道胖丝是什么？知道。那是什么 ？Pants。来。太专业了，太深奥了，听不懂。就是这个游戏有所谓的，就是武器专精。像这个角色，他的专精是中型装甲，那这个是轻型装甲，所以他就显示黄字，代表他不是他的专精的配备。所以呢，你可能要找他哦，就是显示到不是黄的。对，就是像重腿重也不是，就是。所以通常专精的东西都会在上面。上面，对我感觉是专这里。对，这可以，我觉得。可是颜色不太配，可以吗？看你要，不过可以啊。这个游戏主打就是什么，就是你随便组。哦，那没关系。再来呢？再来就是背包。背包怎么样？背包比较厉害。嗯，其实我觉得，其实你就看你，因为我们新手啊，看开心不用太讲，我们玩开心就好，就讲就好了。这个好，这个，这是重型的。哦，不行，女生不行，对吗？都行啊。对啊，那个 V O 姐的背包，还有专用的。对。啊，那然后就是装备有分等级，像紫色是最高级。轻的呢？对，紫色是最高级。轻型可以吗？它是中型专精，所以你它是中型专精。对，你可能就要穿中型的装备。刚刚中型在上面。对，中型的通常专精的装备都在上面。好吧，这样子啊，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那这怎么？哇，无刀流，很反胃。那另外就装上比较厉害的装备，你的战力就会提升。Warning， 快死了吗？没有，是网出现。那也是狗姐，嗯，然后你就操，嗯，然后那个队友放，可是怎么一大坨，完蛋了，全部都在一起哎，老公，对啊，没关系，你就射他，有没有？你要瞄准他，瞄准人呢？对，哦，这样怎么那么多啊？然后像那个技能可以放，角色的头上就会亮起来。然后他就丢进，有没有？像这个角色，他就丢出一个大溜溜球。然后，如果你觉得这只角色你玩腻了，你可以按这个，有没有？他这边有个双箭头，这边有个双箭头，你可以去切换你想要操控哪只角色。然后像这个就是你切换到他了，然后你就是贴过去，因为他是近战的角色，所以你就是要冲过去切他。我这样算不算手残啊？不会啊，新手啊。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了，伤脑筋。真的假的？欸，你可以放就那个箭头。你放进。啊，我好累哦。欸，不会赢的。真的吗？赢了。结束了。结束了，赢了。啊。就赢了。对。你是会耶。OK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因为勾结太强大了，有没有各位拜勾结啊？勾结 auto 连新手都会玩的，所以你刚刚是 auto 吗？你刚刚是 auto 吗？没有。老公，你刚刚是 auto 吗？那我现在还玩吗？没有，你现在手动啊，你现在手动，你都要把它打完嘛。天哪！哎，你们看到他是远距离的，那我需要离他多近还是多远？没有啊，你看，你就是我必须要靠近他吗？对啊，你就是看，你不用靠近他，因为他是远距离的攻击。我不用靠近他，你就是远远这样射，哦，感觉有点可以了。啊，你看到角色头像跳起来，你就是可以开他的技能。像这只角色的技能就是放护盾。
那清完了之后，总共有三步啊，第三步就是我。嗯嗯，把胖子给打死。刚刚说我要买炸鸡，快点。嗯，买什么？买炸鸡。刚刚说我买炸鸡。买炸鸡？对，买炸鸡。什么是买炸鸡？就是胖老爹啊，周三胖老爹。胖老爹快倒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啊。分店越来越少。啊，经营不善。可怜。啊，你朝一朝这边攻击干什么？嗯，人呢？哦，这像这边像这个地方就是朝右边攻击，那按到这里就是朝左边攻击。哦，可是我又找不到我自己了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哦，勾结开大，你看像这个，是勾结大的。嘣！哦，好痛啊！不要忘记开镜。嗯？不要忘记开镜。开镜能怎么按？就是头像亮的，头像亮的就可以看。死两只了！我要死了吗？对，我要先玩你。啊！我是不是第一个把他们打死的人？对对对。我拿死手。死两只，没关系。OK OK OK， 有勾结在没有问题啊，这只是个普通难度，上个盾，上个盾。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啊这，你怎么可能难倒你？你学霸呢？怎么这样啊？学霸呢？手残的学霸吗？你这叫我学霸，我扁你！哎呦，好凶哦！你刚不是说我要找跟我一样凶的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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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你可以开大，你看勾结也可以开大。怎么开大？就这样子开大。怎么开大？这样就开大吗？我在打工。人呢？瞄准空啊！没有，你就玩这一招。你看，勾结厉不厉害、嗯？我跑不远啊！救命！Help！ 帮我玩，帮我玩！快点，快点！我不行了！你快打！他根本就都不用动啊！我一直被揍。哦。OK，OK，OK、okay, okay, okay.。可是我一直靠近他呢，我就在最后一下就。啊！真的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有没有搞错啊？哎、欸，那有有没有？这游戏很简单。怎么可能？这游戏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新手就是玩勾结，给你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啊 ，OK OK。老公，你不会真的